哦，舒服，赞，有点太烫哦，有点，我觉得我有点想上去太热了，哈哈，热死人，对，刚才上面好冷，现在好酸的，你看我现在站不到，刚刚上去其实有点冷，现在真的有点热。我要上去休息一下，不行啊，很烫哎，不会啊，下面更烫啊，下面更烫，这边比较没那么烫。我们终于到伊达后温泉，其实这伊达后温泉有一点难泡，就有点像文山温泉，不能烫。就如果你不动，在温泉里面不动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泡的，只是就完全不能动，一动那就会开始烫。因为昨天我们后来主要都在搭帐篷啊、生活，所以其实昨天后来就没有在录了。然后刚刚也在稍微挖一小时，其实感觉这边也没有那么好挖，有点可惜。所以可能等一下我们就只能在这一期吧，这一期快快，我觉得很好。直接去泡酒就好了，那就不要泡酒了。那现在 OK， 就不要动就好了。就觉得泡酒应该是会烫，毕竟这里是一个温泉游泳池，温泉游泳池，然后我再猜应该是温泉。因为不知道哪里是温泉的，那边建材很多，对。真假？还有游泳池？就大家都说没啦。月亮的石吗？哦，你说小赖说的那个嘛？哎。对，靠，对，只是好像有比较小，温温的，应该是这边摊掉，嗯，所以你有整个下去泡吗？当然没有，这个需要整理一下，感觉好像会有鳄鱼，对啊，感觉下面会有什么恐怖的东西。是吗？应该有在弄。好，我们的群哥要下去试试看有没有东西。啊，你们要下去啊？我一定要帮我们下去看看有没有鳄鱼之类的。对啊。哎，还好。还好，那可以下去了。你摸摸看那个温度。哦，下面还有咕噜咕噜的那个气泡哎。你敢下去吗？会想下去拍照就上来，真的是游泳池哎、欸！走啊，下去啊！是啊，走啊，下去。没什么温泉味。对啊。好啊，我再等你下去看有没有鳄鱼或食人鱼，还有什么鲨鱼之类的。哎、欸，我最近才知道，其实鲨鱼也会跑到河里面哎、欸。鲨鱼会跑到河里，出海口吧？有河鲨。好像有听过。对啊，有河鲨。鳄鱼都会跑到海里。鳄鱼会跑到海里？哦，还有这种潜水鳄、哦。哇，有潜水啊！走，赶快、啊，靠你了。有鳄鱼要下去嘞、欸！都鳄鱼都要下去嘞、欸！赶快啊！走啦，我很期待你下去，因为你，我们不要跑到那么深嘛。幽闭恐惧症的、喔。那种深水那种的。应该是每个人都有。没有，真的吗？那我刚出去的时候超怕的，真假？怕那种很深，然后踩不到或是看不到。我不太相信哎、欸。是吗？是吗？点到十。
几把？几把？一把吗？好。干，好恐怖哦！哎，感觉真的很久没有人下去了。对啊，这个有一点恐怖哎。姐，把输的下去是不是？嗯。那如果两个人输了怎么办？哦，好。这样有看到鳄鱼吗？啊？啊？为什么不进来？好，姐。好，刀石头布，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还是你下去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好感动啊！天，天！压压惊，压压惊。我觉得你先从这边啊，这边下去，就把这边捞一捞，然后走下去，应该会比较安全的。我刚刚是就是说头要下去，有吗？有吗？我说，我以为可以，我以为可以了。那就你就走到最深的地方，我们帮你拍照。干好嗨哦！可能我觉得我可能不一定会下去了。干，我觉得里面会有什么东西耶？里面有鸡皮疙瘩。对啊。欸，搞不好里面会有很多鹿角哦。对啊。你那时候不是说水下很多角的可能性？因为我们整路都是那个。真的、哦。所以搞不好很多鹿角。因为他们又很深。我也很怕死。真的可以游泳了。天啊。这么。好像他斜的不太准。真的很深呐、啊！我想下去了。好，走、啊、下去了。我也觉得可以啊。靠，游泳了，游泳了。我靠，这个太屌了吧！温泉游泳池，哎，只是很久了没有来清理了。不想，不是。所以现在不知道。不会啊，这看起来真的是哎，真的是那个。
第二名，谢谢啊。给什么？第二名。最湿的。OK， 现在 OK。你说凉凉的，你不骗人。我比较凉的，现在 OK。是吗？真的吗？我不太相信。我没有啊，我第一名哎、欸，不起啊，不起，我帮你们拍，不要啊，干，那么远来了，干，我没有再试一，干，好，谢谢，剪刀，剪刀石头布，耶、yeah!下去吧，我就说我第一啊，看我感动，我第一次一直一个，多多，你都没下去，说不过去啊，观众表示你走到还不下去跑，真的吗？等我也要下去拍一下。这样就好了吗？没有，你要开启一样的地方，我帮你拍啊。然后我说这样子的，我觉得你可能到脖子哦。你可以拿绳上来。那是冰的啦。下面是冰的、啊，上面是温的。哎，换你了。为什么？啊、没有啊。鹿角哎、欸。屁呀、啊！你那你拿起来啊！你拿起来。下来了。从前那有没有？对了，这个你看，我下去干嘛、啊？不要了，我拍你们两个就好了。那我都在帮你过滤那个心态了。那你帮我把这里过滤掉吧，这里太恐怖了。没有问题啊，真的，没有问题。看那边不是冷的吗？温温凉凉的啦，其实可以接受，你不会冷的。好，我直接下来对。我下去，看为什么我明明第一名哎、欸。所以你最慢下来要第一名。一开始岸边好像比较温，然后下去就冷了。表层这里是温的啦，然后下面是凉凉。会不会我下去鳄鱼就出来了？好恐怖、哦。耶、yeah.。天啊，这应该是我泡过最脏的地方吧？哎、欸，这完全看不到哎、欸，我应该能见度。没有东西了。有，我看到你的手啊，看到你的东西啊，看我摸过。在那边最深到的脖子。在那边，你几公分？178。178？那等于是我你下去我就不会啦。到下巴了要。还有半多人。你有半蹲吗？你确定你有半蹲？站直哦。好，站直。站直。站了，站直站。扣飞。可以的、啊。哎呦。好恐怖哦。看，我们都走两天那么辛苦。要我飞不行啊！我都下来了。干，好恐怖哦。小一点的、啊。我不想抱。一整片啊。一整片是吗？哦，对啊，哦，然后舌头碰到那个水，有点麻麻。真的假的？好恐怖。好，我们现在这应该是温泉游泳池，温泉游泳池啊，应该是吧？你确定？看，我觉得我们被他唬了假了，多年没有人回复，还早。是水澡啦、啊，还离这里这么远，最远的就这里了。嗯，就不会有鳄鱼。哇塞，我觉得很天然。还有花花草草在这里，可以当面膜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涂涂看。不行啊，不要。干要摘，不要。不要我真不要，我不相信这个可以干嘛。看太恐怖了、欸！外面的温泉都没有这种东西，是吧？所以你可以试试看，可是没有在泡面膜的东西。不然我们猜拳输喝一口。看，真的越玩越大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泡酒会冷呢、欸。我想去潜过。
泡，可以去泡热的。泡热的？那太烫了吧？不会。你今天上去了？哦，很干，妈，好玩，对，我们在路上拿下去，好啊，走，我们就去，好，我们先去拍一下好了，就说，哇，好热哦，哇，大家都没来这里，好冷。你可以在我们后面抽烟了，拜托。干，好热哦！现在很温暖，现在还是温暖。干，啊！舒服，赞。有点太烫哦。有点，我觉得我有点想上去，太热了。我热死了，太热。对，刚在上面好冷，现在好冷的。你看我现在算多少？刚刚上去其实有点冷，现在真的有点热。太烫，我要上去休息一下。不行啊，很烫哎。不会啊，下面更烫啊，下面更烫，这边比较没那么烫。好玩吗？这边有一只珍珠，还在那边慢慢走，慢慢看。天啊，天啊，太幸运了！这一八号真的是神奇的天堂，可以看到各种动物。现在应该只差山羌跟黑熊没有看到了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快再慢慢往旁边走，真的太好笑了。哦，往左边走了。